回深圳，我要工作，然后顺便见一下家人，然后也有些朋友在深圳，然后就顺便回去，然后赶着最早时间约到最早时间，我们就回落马洲。三年都没回过去，有点小激动，然后还有一点，我想赶紧过去。三年了，你方便方便，好方便，好流畅啊，而家。家人现在孩子现在爱人非常非常激动，一通关之后我相信是整个的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会越来越好，香港会越来越好，我们祖国会越来越好。